今天我要翻身了。原来给自己藏了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机会来了，先把他心爱的肉吃了。再给他加点料，就等着看他哭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吃饭呢？好了。啊，好了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！哎呀，咋扣绳呢？你选能看着的还是看不见的？看得见了吧？哎呀，不让你长。哎呀，这个粉真筋道啊！嗯，那肯定筋道啊，这是大米做的，大米高压压缩成的，筋道、还不打辣。那、你吃的是微辣的，当然不打辣了。嗯，这汤汁也很浓郁的，都是大熬的。嗯，要敢说你没选的，这厉害。嗯。哎呀。现在天气冷了，吃点个热乎的，太得劲了。那是那是，现在多冷的都下大雪了。老公，你那是啥呀？哎，哎呀，你吃你的吧，你看我的干啥呀？你吃吧吃吧。嗯，哎呀，我的当然是与众不同了。哎呀，三明治呀，盆还掉了。哎呀，薄了呢。肉没了，我有个肉啊。怎么地吧？嗯。闭嘴！你干嘛？你干嘛吃老公？今天终于吃上肉了，先把它藏起来，这样就安全了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吃吧。我刚才闻着了，就有肉味。一个挑食。嗯，老公，饮料给我倒。嗯，别别别喝了，你肺有点不好。啊？你喝什么饮料呢？胖哥今天不对劲。玩玩算呢？不让我喝，肯定有问题。果然他藏了这个，我给你来个偷梁换柱。把陈醋给你换过去，让你喝个够。哎，老板帅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我给你。哎呀，今天都有这么好的？多吃点。你今天能吃饱吗？我还有个瓜呢。嗯。
真香。你还打我鸡蛋呢，我就知道我这没有。哼，这要不谁吃那玩意儿，鸡蛋口水我还感觉哎呀，这成天在家待着呀，饭都容易不给吃。明天上班，明天找工作去。赶紧出去找去吧。嗯，下回多给两个鸡蛋啊。这个你不吃是吧？我不吃，我随便想吃哪个，那不吃。那我吃了啊。